假如是我在给你们办儿童营，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定要让它更完美。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完美。就拿你的自己的体验，你明明不想让上周末的奥数班、钢琴班，你的父母因为别的父母都逼着去，你也得去，对不对？你明明想玩那个游戏，不让你玩，是吧？有没有？这就是不完美，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正常的欲望不能得到兑现，就是不完美的表现。所以佛教的八苦叫做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就是说，你正常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要想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和自己的心中的那个小龙女。但是，无论你是自由恋爱还是经过这个说媒还是婚介市场，最后都发现有问题。最后要解决这个真正的婚姻的完美，只有每个人娶18个老婆，每个人嫁18个先生。但是就是这完了，跟现行法律就违背了，所以它都是不完美，求不得苦啊。因此残缺是经常的，完美是偶尔的。但是这也就是人生应该努力的吧，1个月30天，月圆只有1天，所以我们这29天就为了月圆那一天欢歌喜庆，所以所有不快乐在那天都可以一醉方休。这个在甘肃这个都也是已经被方舟子盯上了，已经被盯上了。那么他盯上的他不是这个人，而是中医和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遭到质疑，所以他不是这个问题。那打通任督二脉是不是有啊？你看那个大唐双龙记那两个混混是吧，在那个被那个窦建德给逼到一掌打下去，在那个船底下闭气已经不行要就淹死的时候，哎，突然一下子这个外呼吸停止，一下子任督二脉通了，俯视呼吸起来了，所以不但没死，还因祸得福。那大唐双龙记这黄易的那个小说，穿越小说里去了啊。那另外你看金庸的小说里边也有，真正打坐确实是这个周天会通，可是用这么快速的方法有没有可能，这是首先我存疑。就像你春天种了水稻，夏天就收割，那是放卫星，是大跃进，不是自然常识。所以我们基本的常识要了解，对吧？你种地有种地的常识，春种夏育秋收冬藏，这是一个常识。你想经过4个步骤就打通任督二脉不容易，还有打通任督二脉结果这个人完全没有戒律的这个累积，没有智慧的指引，上来就任督二脉，这不是害人吗？对吧？一个人只是当个镇长，他贪不了多少，最多的这个鱼肉这个1-2万这个镇民乡民，他如果当了县长，他就鱼肉40-50万人民百姓了，这不麻烦了？他本来没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就能够当个庸医，也不过混点钱吃，混点饭钱罢了，他真的通了，他要为非作歹咋办呢？所以对这件事我质疑存疑。但是呢，有没有这种特例？一定有，因为这些神奇的事情是无所不在啊，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所以存疑这种方法，但是打通这件事有，因为要想获得深层禅定一定得通，不通进不了深层禅定啊，所以不通进不了深层禅定。那另外密宗
密宗的修法、南传的止观修法和汉传的修法有什么差异？这个差异非常的，我用几句话来界定啊，因为它很博杂。止观的修法、南传的修法建立在37套品，叫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加起来叫37道品。所以以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为指导方向，那正见哪呢？叫四圣谛、苦集灭道。所以刚才小朋友问人生到底是圆满的还是残缺的，那佛教坦白地告诉你，苦集灭道就是不圆满的啊，人生就是不圆满的，而不圆满的就是那个八苦表现出来，生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身心不宁安宁之苦，这八个随时在逼迫我。所以他是见到了正见，八正道的正见来见到了苦集灭道四圣谛，所以他整个修行体系都在这里面。那么他能够断除生死轮回的方法依赖的12因缘观，就是12因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有了原初的，在基督教在科学里边都有一个第一因的问题，那佛教里没有第一因，但是有一个什么，到底我们生从何来，死向何去，生从何来，生从真如，我们的那个本来的光明的自在的自由的解脱的圆满的状态来的。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不以为那个光明的圆满的是光明的圆满的，所以要认识这个光明圆满是否光明圆满，绕口令是不是？确确实实是，就是不知道真如为真如，这个叫做无明。所以整个南传的止观修行体系，12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物、处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们要想灭除忧悲苦恼就要灭除死，要想灭除死就要灭除生，要想灭生就要灭爱，要想灭爱就要灭取，要想灭取就要灭受，要想灭受就要灭六入，六入就是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就是心经讲的色受想行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讲的身心。所以他整个南传佛教的修行体系入手方法四念处，身受心法，方法理论检验断除的见惑思惑啊，88种我们思维上的见解上的这个惑，迷惑的惑断了，就成为阿罗汉了，解脱生死。所以它方法简单啊，理论就那么也是实用，理论实用，方法简单，见效很快。所以在唐宋之前，中国这些修行正得阿罗汉果的也很多，正得阿罗汉。那么汉传体系它的修行体系是什么呢？是6度体系。整个汉传体系实际上包括藏传体系都是居士佛教的创造出来的产物啊，因为南传佛教它是以比丘佛教，就是出家人的天下，所以僧本位，僧人是本位的，而汉传体系和藏传体系是居士佛教，也是在家佛教。因为印度当时那个状态下，婆罗门至上，那出家的比丘尽管佛陀说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姓出家都平等的获得解脱，也平等的享受这个修行的乐趣，并没有任何差异，但是比丘无形中仍然在印度那个阶级种姓制度下类似于婆罗门至上那种至高崇尚的地位，所以刹帝利们、吠舍们这些工商平民阶层不满，武士国王阶层不满，所以开始创立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最有代表性的经典《维摩诘经》，不管它是谁创造的，那绝对是认知论里边的顶尖高手，那绝对是高，又高又牛，
什么是不二？但有言说即是二，所以维摩诘长者根本他不说了啊。你说这个人说我见色即是啊二，我见到色不是色而是空，即是不二，这还是一个以见来见色空不二，仍然是三个东西，以我的见看见色空不二，所以三个东西交汇在一起，所以维摩诘长者真要不二了没法的说，所以他是高的啊。所以他整个这两个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修行体系建立了这样，也就是你可以行六度法，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法来找到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所以破无明正法身，破一品无明正一品法身，按照菩萨道的52个位次，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金刚位、十地，再加等觉和妙觉，52个这个教学阶梯，最后叫做成佛啊。所以立地成佛既是个俗语，是指到一定到了十地菩萨的第十地法云地之后，等觉和妙觉地才能成佛。52个阶梯，这个是要按照一个教理，要经过的时间叫三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成佛，太漫长，中国人不可能接受这个教理，对吧？中华民族的人不可能接受这个。所以禅为什么没在西藏，为什么没在俄罗斯，为什么没在美国，没在英国，而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一切就拿易经文化来代表的，易者简易也，他就是要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向理术，找到一个最高的法则来揭示一切的真理。所以禅，管你那套，管你什么52个阶次、三大阿僧祇劫，老子一概不管，啪，立地成佛。怎么立地成佛？放下即是。哎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什么时候是岸？苦海无边，回头就是岸。你看，你想，哎呀，太有道理了。所以禅宗在中华文化一定是跟这个文化合拍的、共振的，所以结了一朵花。因此，如果广东没有禅，会怎么样？照样创造 GDP。但是广东如果没有禅，这个 GDP。不一定带来更大的幸福，只不过带来更大的便利，所以要有禅来在今天发扬光大。不但广东是禅的发源地，应该如此，全中国大地、全世界都应该发扬光大禅的这个思维和精神，解除人生的焦渴，化解人生的压力，释放人生的精彩，才可以做得到。我深信不疑。羽化成仙啊，咱们看《聊斋志异》，那个看那个《封神榜》，看那些个那个干宝的《搜神记》，很多羽化成仙的这些修行人物，确实可以。那现在密宗的修法红化而去，要走了，光留个指甲，留块头发。留个耳朵。哎，我明天回北京，这个月底下月初那个周六周日就接待。你们都听说过河北香河廊坊的香河北村周边那个周凤臣老人吗？他的肉身知道吧？他的家人，因为老太太那个肉身不坏，现在就萎缩了，也就这么长一点，现也就这么长了。他的家人下个礼拜来朝阳寺来见我的，因为他们那个村整个拆迁要搞房地产开发，老太太没办法在祖屋待了，没地方待了。我说那行啊，那搁我这儿来了。所以我很欢迎老太太来。哦，那个肉身，那羽化。所以像这个，那禅宗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最厉害的，唐代临济禅师，就在我们现在石家庄北边的临济寺，叫。普化禅师，普遍的普，化学的化，普化禅师，按辈分是临济的师叔，
他走的时候，他说我要走了，拿一个席帐，鲁智深那个禅帐，腾空而去，带着铃铛走，去哪了不知道。所以这个境界是最高的，能够知道自己走，像六祖走的时候，公元713年去世，然后他从韶关来回新会老家嘛，香烟叫来去时有路，回时无口，对吧？新兴老家，那个是新兴新会，新兴六祖寺那里，新兴那里，去时有路，还时无口，结果真的就去世了，还时嘴巴没法说话了，已经去世了。那徒弟们就说：“你去哪得告诉我。”六祖说了：“我要不知道去哪，我就不能先告诉你。我肯定知道去哪，但是只是我不能告诉你去哪。”我讲话有点绕口令，所以这是语化啊。所以修行也就是他能够掌握了这个生死的规律而已，仅此而已。在佛教在看的里面都不值一提，叫不值一提。那如何来打坐呢？这样子好了，等一下我留一个网址给你，你就是庄师教你来坐禅，4.5小时的 DVD 的，也有公开发行，但我不知道这边新华书店有没有卖，就是公开发行的庄师教你来坐禅 DVD 的视频，我完全按照一个指纹的次第教授你，但是心法是禅宗的心法，将来你可以按照那个做。如果有机会你来参加我们的禅修啊，来参加我们的公共的禅修，所以因为禅修的方法没办法在这儿普及，这成很专业的，就不是禅，而是禅修的。所以每当看到病苦的时候，我真希望我有神通，就把他那个问题找到了，天眼通看到他的原因呢，到底是生理病、因果病还是业感病，我要能知道。但是恰恰因为佛教说神通敌不过业力啊，因为很多的生理的疾病叫业报感召而来，我们一期生命叫做业报感召而来，这一期生命到底怎么来的，不是阎王爷一脚把我们踹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感召有了这一个身心，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是喜悦多还是烦恼多，是自己曾经的作为累积的力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欢喜的接受因果，欢喜的接受因果，或许会从心理上先调整的啊，心理上调整，不再把它当苦了。所以很多创造者大发明家都是自闭症，真的，他因为享受孤独，在孤独中享受了那种灵性的成长。15亿6000万年之后，所以我们早都不知道化成什么了，根本不用担心。2012一定会来，但是在按照佛教的说法，在因为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现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太阳系还是在住的晚期、坏前期。早着呢，它的时间单位是以劫来计量的，劫就那个字儿，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个劫，那个一个劫怎么算呢？你们有学数学的马上帮我算一下啊，从人寿84000岁过100年减1岁，减到10岁，再从10岁过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叫一劫。所以我们这一劫现在刚刚这一劫才在它的成住坏空的住劫的晚期、中晚期，还没到要崩溃的阶段呢，不着急。所以既真都崩溃了，哎，就还有上帝，对不对？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如何合一？第二个，第一个马上回来打坐。想千万别想，越想越不可能合一。
所有的毛病都是想出来的。打坐，把想给归一了，归位。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那种状态，那是不是跟木头一样？不思善不思恶不是无知，是灵明不昧，清楚明了，寂寂星星，星星寂寂，完全的全知，就像晴朗的空，一片云没有，那个状态是全知。啊，谢谢。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了。第三个。五戒有一守吗？五戒应该是我们在家佛教徒必须的一生的操守，所以受五戒不是个仪式。说我受了五戒，在寺庙、在师父、在僧团面前受过五戒，我拿个五戒证就可以去说你这个家伙，你犯了戒了就下地狱啊！我有了这个证了，就可以死后升天，不是的。五戒是一生的操守，所以说尽行受不杀生，如今能持守；尽行受不偷盗，如今能持否；尽行受不邪淫，如今能持否；尽行受不妄语，尽行受不饮酒，不吸食麻醉品，是一生的操守。所以在家信徒的修行是五戒，才是他的基本功。没有这个五戒的操守，完只是指望早晚功课像寺庙那样的，没有任何用，只不过培养了像社会人早晨跑步、打篮球、游泳、散步一样的一个修行的习惯，而不是修行本身。谢谢。那个戒定慧三个有次序吗？说起来有次序，但是你看寺庙放那个方鼎，有三个尺，对不对？三足鼎立啊，你能先放一个，再后放两个吗？可以吗？所以说戒之时含定慧，说慧之时含戒定，说定之时通戒和慧。所以戒定慧说起来有先后次第，但是真正在操守的时候无法分。谢谢您。还有再问一个，共业可以避开吗？谢谢。共业逃不掉。比如说今天我们生活在广州，等一下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闷热桑拿天，这个工业我们能逃掉吗？能吗？逃不掉。但是有别业，你自己开着宝马来的，你挤地铁走的，你因为个别有个别的，你住的是郊区，你住的是闹市区，是不是还有微细的差异啊？所以在共中有别，别中通共啊。现在经济社会吧发展啊，很多开养养鸡、养鸡啊、养鸡啊、养鱼啊，那你现在不杀生，那社会也要发展啊，就要进步啊。那有点矛盾了，是吧？咋矛盾的呢？哪里矛盾？就是说，假如说人不杀生，这个最后广州都没人了，都是牛羊满街跑，乌龟上街行，是吧？是不是这个矛盾？全球现在68亿人，佛教徒3.6亿人，在我们打肿脸充胖子，像这个统计局一样的，我们假装在增长一倍。7.2亿人佛教徒，剩下还有60亿人都在杀生，根本不用担心，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佛教是易行难信之法，易行很容易行，但是很难信。全世界的人68亿人都奉行不杀生戒，我们不去发展核竞赛，不去发展军备竞赛，不去发展核空动这个动力航空母舰，把这些钱我说都办体育比赛，歌咏比赛，唱红歌，唱黑歌，唱洋歌，那多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大的最尖端的人才都搞了什么？军备都用来干嘛？杀生。
所以佛教已经艰难地在呼喊自己微弱的声音，倡导不杀生，但是杀戮天天在来，全球每7天杀的猪马牛羊供给人类食用的这些动物的种类，每7天就是70亿，一周一个礼拜杀70亿，就是全人类的人口。但是呢，这个话说回来，不杀生是佛教的戒律啊，你要成为一个佛教徒，不管你是在家出家，这是必遵的戒律。那同时呢，并没有说是一定要吃素是佛教的戒律啊，吃素是汉传佛教的礼仪，是汉传佛教的礼仪。所以汉传佛教叫做清规戒律双轨制，双轨制戒律是从印度传过来，释迦牟尼佛陀制定的戒律，所以这个戒律我们把它供起来。汉传佛教很有意思，我们把这个戒律是供在那个戒律堂，所以你看少林寺殿一样，啪，他犯戒了，把他抓到达摩院痛打，哦，18个人揍他，那个搁到那个戒律院或达摩院来打他。但是实际上汉传佛教的寺庙把戒律是供起来，那实行的是清规。清规，比如说出家人一定要光头，一定要有个法名，这都不是佛陀时代的特色，都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有个法名，以前看《金刚经》里面讲到如来善护念的诸菩萨，这个善护念，这个念是什么念，正念是什么，这个时候一些烦恼来的时候我怎么去善护。所以上你谢谢刚刚的开始，这个四正勤37道品叫未生之善令他速生，已生之善令他增长，未生之恶令他不生，已生之恶令消灭。四正勤就是在4个正确的方向上积极努力。所以人不是君子，谁能无过，所以有过啊，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就是这样。所以对善恶它是有标准的，所以没有天生的圣贤，也没有天生的尧舜和释迦弥陀，所以都是修来的。因此四正勤就是在善恶已经界定了，怎么样来保证它。那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讲佛教的节，从大的物质环境再叫做就是这个时间上叫做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啊。那么在我们个体的生命上是生老病死，那生婴儿对吧，长青年壮年，郭德纲说那相声，这人生就是过节呀，一出生过百天节，然后没几天过六一儿童节，再没几天过什么五四青年节，再没几天过什么节，清明节清明节7月15过鬼节。所以这叫生老病死是人生的现象，对物质就是成住坏空，可是对心念精神活动叫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念头是有的？你看念头生，你知道怎么生的吗？念头住，你知道怎么住的吗？念头意，变异的意，等一个异化的意啊，你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观察到念头灭了，才知道我已经动了念，对吧？所以随着修行的次第，随着修行的次第冷静，我们逐渐的逐渐的到了第8地的菩萨，才能够观察到我们念头的生从何处生。所以修禅宗的修行叫菩萨畏因，凡夫怕果啊。凡夫已经来了，因果报应来的时候他才害怕，但是菩萨就畏因，而这个因所有的因都是一念，一念无始无明，即万千变化都跟从而来。所以禅宗
禅宗有一个著名的禅师叫做传子德成禅师，度了哪个禅师呢？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做夹山善慧禅师。夹山善慧禅师，夹山来拜访他，然后一竿子把他打下去，两次冒出头来。因为夹山是什么人呢？夹山他已经招了300多徒众开堂说法的人，所以总认为自己心有所得。结果传子德成从这个药山为眼禅师石头西迁禅师，所以传子德成的师公就是石头西迁禅师啊，再师公就是六祖，所以第四传。然后第三次不说了，体会到不二了，他把他给按到水里，他一点头要说，就把他再摁下去，拿着船号把他压下去。第三次点头不说了，船子得成把他捞上船来，这回你是真明白了，真明白。明白个什么呢？有佛处即行过，无佛处莫停留。有佛处即行过，无佛处莫停留，怎么用？有佛处要积极的走过去，即行过，无佛处莫停留，用功的方法。所以师徒之间唱和啊，一波才动万波随，月静水寒鱼不耳，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个多美啊！师徒之间这一面以生死来交接这个禅法。所以传子德成一看，在家伙明白了，唰，自己跳了河里走了，死了，死哪去了？老鬼不知道，人家玩去了，借水遁走了啊。在40年摆渡生涯停止。所以禅宗呢，它这些有个方法，很有意思。所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你要知道，善护念你就是菩萨，敢不敢承担？敢不敢？你能随时随地的把念给护住了，是不是就是正念？所以现在一行禅师在正念的禅法、正念的奇迹开始来在南传里边，那么八正道里边的第七个就是正念啊，正念、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第七个就是正念。那正者何为正？念者念何事？我们不妨回到六祖坛经，念者念真如。所以随时随地让自己的心念跟党中央靠拢，这个党中央就是真如佛性。哎，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一定要跟佛教来交点学费。毛主席语录完全脱胎于禅宗的登陆，对吧？中国文化著作都是叫论书著，只有禅宗不立文字的，因为他不屑于立文字，不屑，要知道是不屑，所以说话说闲话，所有禅宗的故事都是说闲话，哎，吃饭吵架骂人打嗝放屁都记下来叫语录，多精彩啊！这些语录太精彩了，都是来自于生活，来源于人生，解决了人生的实在问题。所以禅宗这么有市场，为什么不应该推广呢？一定要应该的大力度来推广才好。是，一定会帮得到，但是这个前提一定他的老师和父母一起来参加。我觉得最大的教育问题不是孩子问题，是成人问题，是老师问题。因为我们拿了我们那个愚蠢的成人的理性的固有的标准去要求那些最具有天真烂漫童真创造性的孩子遵从一种老朽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当然他要反抗，对吧？所以应该来禅修，但是一定带着父母和
老师。那我们每年寒暑假做儿童戏剧禅修营，那我2005年去了4次马来西亚讲课，还发现一些孩子都在这儿在做儿童戏剧营，我就引进，当时引进前2期都在广州办的，那个最早的那个核心义工就是杜婉刚举手那个，他办的，我只是呢，当然现在因为朝阳寺已经培养出自己的儿童戏剧营的老师了，周末在北京都有办的。都有办，你们感兴趣的，这个我们广东中莞好多孩子和家长暑假都会去朝阳寺去参加的，啊，到现在都是。中文里面有一句话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缘起法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缘起法，我觉得在目前的人类的认知里边，借用恩格斯先生的话说。古希腊人和佛教徒是最早熟练掌握并且使用了辩证法的两大类族群，你说他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因为马克思列宁恩格斯生活在哪个年代？100-200年前，对不对？所以那古希腊人生活在什么时候？起码2000年前，对不对？2-3000年前，那佛教徒呢？2500多年了嘛，啊，2560年了，这是从佛陀去世，所以佛陀去世后开始佛力纪元，2560年，那在佛就在世49年讲法，再加上这个再加上50年吧，那已经2600年，所以缘起法。是包含了辩证法，辩证法仅仅是辩证思维，仍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上。我还有一个接着的问题，我之前应该在微博上看到关于打麻将的问题，我想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点跟你说，我想听您再深入讲一点。这有什么尖锐的？我以为你要爆一个猛料，这一点都不尖锐，没意思。再尖锐一点。判断一个人是佛是魔，也是按照经来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完全无视经典。那这样，我们讲一下。我不讲了吧，因为讲了得罪人。对呀、啊，你微博上也说了。但是呢，我可以借用索拉吉堪布的这个有一条微博，他这样说的，他说活佛在藏地就没有这两个字儿，这是纯粹是汉人创造出来的活佛，所以真正的转世修行者在藏语系里面叫做转世修行人。那我请问各位，我们多多少少都了解了禅和佛教文化，佛教的立论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因缘，也就是缘起性空，第二个就叫因果。因果呢就建立推演出了六道轮回，既然是六道轮回，那请问我们哪一位不是转世修行人，对吧？所以索拉吉堪布这点，他因为老来汉区，老来这个北大来跟这些学生经过这个对这个座谈，所以了解了这点，由他来出面来纠偏是很好的，但是远远声音不够啊。那第二个，我再引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拍小活佛那个证件的作者，知道是谁吧？宗萨，他的原话：我们皈依了，以为灌个顶了就与众不同了，这恰恰不是修行人。我们皈依了学佛了，不是为了与众不同，是让我们更加的入世，更加成为一个人，并且这个人是大写的人。所以学了某个秘法就会呼风唤雨了，这不是人，那是鬼，是吧？好。
法师好，我有问题哈，那个佛教里面讲，人死之后49天之内是终阴身，然后根据他过往的业力来投胎，那么也就是说一般的人49天之内他都要投胎了，但是在中国民间的话，有看阴宅风水这些，那如果说他们都已经投完胎了，那阴宅风水是不是他这种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所以想这个问题，请法师开始啊，谢谢。你以为鬼就没个三亲六故吗？他投胎了，他的三亲六故不是就拿咱人间的游戏规则不是一样的吗？你从广州有套别墅，结果你到加拿大了也不住，卖呢又不敢卖，是贪官送人家送来的，对吧？贿赂来的，用又没得用，所以你就借给朋友，可不可以啊？鬼也一样的。所以他转生了，其他的那些个孤魂呐、野鬼呀、跟他有那个关系的，照样用，因为鬼道是一个道。所以有的人他如果转生，恰恰以为转生为鬼呢，所以他不一定转生到人的。所以阴阳宅有时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不可全信，不可全信。请问上师，阿弥陀佛国跟那个阎罗王之间有什么区别？请您说法师。作为一个禅者的回答，没有区别。阿弥陀佛既是阎罗，阎罗既是阿弥陀佛，信吗？那我为什么要请到那个西方净土呢？因为我没说让你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是佛经像是这么叫吗？我们要请。因为佛经有84000个佛经，到底哪一个说了？16观经阿弥陀经。那也就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那么多，结果我们不拿最核心的有利于解决我们个人幸福的，只拿出那些让我们不快乐的东西来用。所以禅者死后哪里不去，就在这里死，就在这里生。是不是离了婚就意味着夫妻之间已经缘灭了？谢谢大家。现实问题，这个比较敏感。推荐你看一个很早几年10年前的网络小说，我在奈何桥上等你。看一看，那他就讲了这个姻缘之间的关系，结果等你每一个来以为是都不是，实际真正等那个人却总是擦肩而过啊，这就是人生残缺的具体体现。所以我出家前就有一个谬论，他们就把我打成邪说，出家后我仍然觉得这个婚姻制度，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对于人性是一个摧残。应该是，对吧？要不你也不会鼓掌这么热烈。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你就想吧，人和人相处，总归你不是石子蹦的。即使石子蹦的孙悟空，慢慢的一路西行，这个99、81难，跟八戒、跟沙和尚、跟小龙马，还是结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感情，对吧？他这个慢慢的就有了这种感情。那然后又从这个阴阳学说这来讲，同性之间无爱情，异性之间无友情，所以异性之间难免的就把这个友情发展为爱情，变成了婚姻。所以有时候这个婚姻是一种捆绑，但是任何一个政府他为了让安宁和谐，
绝对会立一个法，让婚姻成为一个，无论是宗教法还是世俗的法律，一定会让它成为一个规矩，才好管理老百姓。这个不是某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所以人类自有了律法，那么对婚姻就是一个根本的界定。因此缘尽应该说都尽不了，但是散是散，该散的时候，所以在一起只享受那种仇恨和怨仇了，那就赶紧散掉。在一起那有甜甜蜜蜜的享受那种恩情，那种感情，那就要享受那种，这就是禅的态度。但是在这个方面往往禅不鼓励人家离婚，因为在斯里兰卡到现在为止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斯里兰卡全民信佛，除了少部分泰米尔人，然后他们因为信仰什么叫泰米尔人，割这个种茶种橡胶，然后从印度的那个临近兰卡那个邦移民过去几十万人，优少居多，慢慢的泰米尔人不信佛教之外，其他全民是信佛教，所以信佛的他这个佛教的人他没有离婚这个词儿。印度也是到现在在新德里孟买几个大城市才开始，所以印度教里面也没有离婚这个词儿，很神奇。只有中国大陆太神奇了，我们说我们是最保守的地方，但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真的。因为全世界的妇女最地位最高的就是中国大陆，走遍了全世界你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西方兴盛，但是女性的地位最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因为地位高了，所以离婚率也就跟着高了。我想问一下，假如我把你杀了，这是你的罪有应得还是我的罪恶呢？借用拿破仑那个回答士兵的，拿破仑你们不知道学过，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有 Napoleon's Three Questions， 拿破仑的三个问题。你当兵几年了？你今年多大了？你参加了奥斯特里斯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了吗？他永远这个三个问题问的是顺序是一样的。结果后来来一个德国人参加了他的这个军团，德国人长得外形独特，所以拿破仑来一问马上就问颠倒了，你这今年你几岁了？他说我三岁啊。那你参军多久呢？他说我十八年了。然后拿破仑一听就傻了，说要么你混蛋要么我混蛋。结果这士兵回答 both we are， 我们都混蛋。所以要么不是非此即彼的，我被你杀了一定是我有这个业被你杀，你有那个罪来杀我。所以如果我坦然地接受了看到因果，比如说有宿命通，看到咱俩前生我杀过你，好吧，你杀了就完了，我无怨无悔的这个业从此就了不掉了。相反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被你杀，我继续反抗，完了咱俩同归于尽了，这个业继续往下推。那同时呢，对，冤冤相报无有了期。然后呢，本来是我自己承担了，但是你一开始反思，哎呀我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然后给自己扎了一个加了一个自我惩罚的阴影，这个阴影就像祥林嫂那样阴影啊，嫁过两个先生，最后死后是不是叫过门槛，不过门槛进了地狱就被劈两半，一个跟这家一个跟那家，你整天这么想心想事成，又把自己推到这个因果联动中，所以让自己的心随时的能够归空，
归零，像心啊，像晴空一样灿烂无云。谢谢肖医师。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忏悔是不是一种放回下？忏悔不是放不下，忏悔是必须的。因为佛教把我们的心理运行分成了善心所和不善心所，无惭无愧。老祖所说的善欲人之思维恶意，恶恐人之思维善意，无惭无愧是恶心所，是由我们心发出的这个恶心所。相反，有惭有愧是善心所。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想问一下庄师，什么是我们的屠刀？妄认此身有我，执此身为实我，在这个妄认此身为实我的基础上，造作种种的身口意三业，不管是善业、恶业、何事无忌业，就叫做屠刀。放下这个执着，就成佛。谢谢大家。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谢谢。想成佛跟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之间，哪个野心更大？为什么？从贪欲这个欲望上，都属于贪，没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之别，对吧？没有五十和一百的，只要你走在这条欲望之路上，就是个欲望。所以想成佛和想成为百万富翁都是贪，都是欲。但是成佛可以度无量的众生，成了百万富翁往往成为一个造孽者。所以如何规避恶法欲，制止恶法欲而增长善法欲，最后超越善恶的欲望而回归到无欲，这就是禅。问的还蛮多的，这个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了前面那些基础，所以总算有一个和尚敢于赤裸裸的这个以禅相见，是吧？难得难得，真的是很难得。那么刚才那个义工来问说，这个往生以善相来界定，身体柔软呀，头顶最后才发凉呢，这些来行善的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不是一个可以，他可以作为是否往生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那唯一的标准就是观无量寿经所说的敬业三福。所谓敬业三福就是什么？慈心不杀，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然后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深信因果，劝进行者，读诵大乘，发菩提心，十一条。它是唯一的标准，是这十一条。这十一条做到了，一定往生极乐世界。但这十一条做不到，您就想想刚才说的这十一条，我们只是在这单纯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我往生，阿弥陀佛接我，阿弥陀佛接我，阿弥陀佛让我，能往生吗？不一定。此间的因果业障你没有了，你可以移民吗？我们拿一个最笨的道理，赖昌星，对吧？今天他可以已经让他回来了，他可以随时再上美国加拿大去吗？随便，广东省高检被已经内部通了名的这几个裸官，敢随时走吗？走不掉了，因果业力在这牵缠，
不是说你有个傻乎乎的善良的美好的求生的愿望就可以往生的。所以佛法信解行证证才能够跟现代科学并行不悖，才能够经得起现代科学检验，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原则。信解行证一定要有解行证，信仅仅是最基础最基础的，我只是相信有极乐世界而我没有任何的行，怎么可能去呢？我相信我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做任何放下执取的这个屠刀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证，而这个证佛教是可以自证也可以他证，所以佛教不是无神论，不是无就是不可知论，佛教是可知论，你断除了见惑正得出果罗汉，正得法身，断了88种见惑思惑可以正得法身，直接断惑正真，既可以被师兄弟检验，被师父检验，也可以被大众检验，直接都可以检验出来的。相反，身体柔软是否能证明往生，不可以作为例证。所以净土宗千万不要再做伤害佛教根本了义法义的事情，这样再去传播下一定会把我们的禅逼死的，让我们去上吊吧，不行的。禅可以与时俱进，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突破民族宗教信仰，突破拿净土宗到西方传不出去，人家有阿波罗太阳神，人家有上帝基督耶稣，你已经不可能再去立一个新神了，你到了那个伊斯兰教圣区，你不可能再取代穆圣成为一个新的阿弥陀佛圣贤，但是禅告诉你，熄灭你内心的贪欲你就获得清凉，熄灭你内心的嗔恨，放下屠刀，你就成为一个觉悟的人，这个觉悟的人既可以是佛陀，也可以是基督，也可以是穆罕默德，禅做到。